特别简单，一个好觉，一杯奶茶，一场电影，一个 sketch 喜剧。接下来，相声新人吴昕和孟鹤堂、周九良将展开一场关于相声学习斗智斗勇的故事。让我们掌声欢迎吴昕、孟鹤堂、周九良带来 sketch 表演《相声来新人》。手脚麻利点啊，又人到了，出戏呀！别光擦这个，这是扇子手绢，你都收起来。好好好，一会儿人到了，千万别让人看出咱们是说相声的啊！说，不是，咱招的不就是学相声的吗？哎呦啊，你知道现在学员多难招吗？啊，上个月招了仨，开学就走俩，还有一个在犹豫。犹豫他不是没走吗？犹豫坐地铁还是打车走？不是。不是现在就没有一个是因为梦想说相声的吗？你是吗？我是搬桌子的。新学员进不来，老演员又不演啊！你看说两天相声，不知道自己是谁了，又拍戏去，又录综艺，你说这都像话吗？这都对，我还听说了，有俩臭不要脸的说相声的，不说相声来抖音拍什么情景喜剧的。你。也有个别是真有才华的，行，哎，不，我没明白一个事儿啊。什么事儿？就是，咱不说咱是说相声的，咱说咱们干嘛的呀？咱说那个比相声靠谱的事儿啊。那干嘛呀？咱就告诉他们，咱能教他们能耐，带他们挣大钱。哦，咱当骗子。你才骗子呢！不是骗子吗？骗子干嘛？你记住了啊！还有一个事儿，什么事儿？那个等人到了之后，你说话的方式一定要注意，像咱们那个相声里边那口头禅，你千万不要再说了。比如呢？你像什么嗯啊这是，不能说啊。哦。啊，还有那个，哎呦喂，不能说。您瞧瞧，最要命的，最能听出咱们是说相声的哪句啊？去你的吧。可说是呢，不是你跑这给我量活来了？不是我习惯了，我啊，别说了，来人了，来人了，你好，你好，请问这里是咔咔致富培训班吗？哎，是，你好，你好，哎，是这样，你看，我收到一个短信，说我得了什么一等奖，可以参加这儿的精品什么体验课，就是这儿，恭喜你。一等奖，慢着，恭喜你一等奖，你是一等奖啊？啊？哎，我这也是一等奖啊，写着也是体验课程，你看。你们这儿俩一等奖？啊，对，咱们这儿俩一等奖啊。我惦记招一个捧哏，招一个逗哏嘛。不，那就不能俩呀，这个。那你，你们俩不会是骗子吧？这叫什么话呢？对呀。你不会是骗子吧？我没有骗子，这里谁都不是骗子。对，我们这个课程就需要两个人完成。太好了啊！你说来之前呢，我朋友就跟我说这里是诈骗，结果我就知道嘛，骗我的是他们。这个好骗那个。那同学们，那个欢迎你们前入座啊，落座。老师，是这样的啊，其实我是有一个问题的，就是我听说咱们这个课呀能让大家发大财，那具体要教我们一些什么呢？啊，教你们说学。说学，对，就是说学，说语言嘛。啊，说学它是一门语言的艺术。是，但凡工作必须涉及到跟人要交流，是，对不对？对啊，你得学说人话，才能走遍天下都不怕嘛，对不对？不靠说话，那就是销售。销售？对，就是销售。对，他这一句话就给圆上了。该死，这个人好强的领悟能力啊！居然一上来就得到了老师的夸奖，可恶！我也得偷偷加油了，绝对不能输给他。
你偷偷加油，在心里想就好了呀，你说出来不就尴尬了？那老师，那我们具体要销售一些什么样的产品呢？销售，这销售什么产品？什么产品？它什么产品？销售啊，它未必有产品。对，未就算是没有产品，我们也可以用语言的艺术说到人心缝里去。对，然后呢，让衣食父母心甘情愿的喜笑颜开的把钱揣进我们兜里。没产品还能赚人钱，我怎么觉得有点不对劲儿啊？等一下，我也有一个疑问。坏了，现在连他都有疑问了。你俩刚刚说要让衣食父母把钱装进我们兜里，那我倒要问问，这兜字怎么写呀？兜你不那么简单，兜兜兜兜兜一个，你写放包里吧。老师真是学识渊博。算了，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啊。你们刚才说呢，让衣食父母心甘情愿的把这个钱放到我们兜里，这行听着怎么那么有风险呢？哎，干什么都有风险，你摊个煎饼也有风险，万一把手烫着了呢？哎，我们这行比摊煎饼的风险还要小。哎，哈，顶多呢就付出一点时间成本。对，时间成本多长时间？差不多点的3年啊。差一点的7年，总的来说3年以上7年以下吧。这什么意思？这学徒嘛，聪明点的3年，笨一点的7年。老师老师，我要多学2年，我想巩固巩固。好，多挣他2年钱。3年以上7年以下，这词儿怎么听着这么耳熟呢？我得搜搜。是诈骗的量刑标准，我不行，我得给警察打电话。不是你干啥呢？嘘，我在救我们俩。报告老师，他上课玩手机。你干什么呢？因为我想给家里打个电话，因为我今天早上出来没有跟他们说。不好意思，处于我们这个行业啊，不能用自己的电话录音录像 ，OK。你自己克服一下。习惯习惯啊。哎，你有手机吗？我有啊。我们俩现在很危险，把手机给我。手机在这儿呢，老师啊。我手机也交给您吧。真是个乖孩子。老师啊，我没有你说的那么好啊，兜里还有个手机。真乖。老师好乖。不是你干啥干啥，你就见不得人家比你积极是不是？你自己玩手机也被老师没收了，还想玩我手机，让老师也没收我手机。我真要被你气死了。我觉得这男的没问题了，这女的是一个很大的问题。这样吧，我看你还有一些顾虑，这么着，你想学什么？我什么都不想学。啊，不是老师，我觉得您有点冷落好学生了。那我教你，这个说学嘛，这门学科就叫说学。说呢，口齿得伶俐，对不对？我给您说一段啊，说啊，花200钱买一小猪，滋滋喝水，胳膊胳膊吃豆，顺墙头扔出去，滋儿的一声，您猜怎么着？怎么着？死了。好，字字入耳。哎，老师，能不能再展示一段？展示。刚才孟老师展示的是一个传统教材，现在由我给大家展示一个现代教材。注意听啊，只说一遍，记好了啊。说，一进高墙，心惊肉跳；两扇铁门，一大一小；三摊白饭，顿顿不饱；四面铁网，仗杆放哨。听明白了吗？我听着怎么这么瘆人呢？哎，这是狱中日记啊。
这跟谁学的？你说这个干什么呀？不是我惦记来点简单绕口令让他入门吗？不，这又不是相声。当然，同学们啊，一定要勤加刻苦的练习啊。练习过后口齿才能清晰，听起来更有说服力呀。一进高墙，性情肉跳；一进高墙，性情肉跳。哎，这位同学已经学进去了。再学，您可就真进去了。对。这样啊，这样。简单的咱不学了，咱直接加大难度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。好啊，咱们来一个地理图。地理图。记着点啊，只说一遍，听着啊，说。走清河、沙河、昌平县、南口、青龙桥、康庄子、怀来县、沙城、宝安、下花园，啊，行，就走到这儿吧。多了你们记不住。老师，啊，这段我学会了。啊，那么快啊！我给您说一说啊，来展示一下。说，我走过清河。老师，我走丢了。走丢了不要紧啊，最起码你还记住了一个地名。老师，啊，你说。你总夸我干啥？你说你这样这些学习不好的学生怎么办呢？你是不是有病啊？说的够多了，你们先消化消化啊。老师喝口水。你没觉得这个地方有问题吗？啥问题啊？你看啊，他教的这些东西啊，怎么有点像诈骗？就让人把自己兜里的钱放到我们的兜里，还有什么那个销售的话术、铁窗日记，你尤其刚刚教你那个地理图，那个就是越狱路线呢。你看他们俩现在没注意我们俩赶紧跑吧。我明白了，你的意思是这里是诈骗组织，完了你让我赶紧跑，完了你好自己留在这儿偷偷学习挣大钱。哎呀，不是。不是我说你这人怎么这么心机呢？你就见不得别人比你积极是吧？你就见不得别人比你优秀是吧？你就见不得别人比你好是吧？我彻底服了，我真的，他们俩看见你真的就是过大年了。老师，啊，我已经消化完了，我现在对新的知识感觉到十分的饥饿。哎呀，就喜欢你这样的好学生，太好学了。刚才我们学的是说，不光说还有学。给你们学一段京剧。老师啊，就是学习这段能应用在哪儿呢？这位学生啊，场景运用啊，像一啊，咱们这行嘛，难免碰见什么岁数大的呀，上了岁数的，你唱两段京剧，人家心里一开心，不就挣着钱了吗？那就是骗老头老太太钱嘛。对，不是你心怎么这么脏啊？老师，这段我学。多辛苦我都学，好学生。我就不了。那个黑眼圈细纹找上我，那可不行，我吃不了这个苦，我先走了。别走，不辛苦。而且我们集团呢，不会亏待你们的。韩束的红蛮腰面霜听过吧？嗯。针对粗糙、垮脸、细纹等多种衰老现象，这可是专注于科学护肤的国货品牌。抗糖、抗氧、抗皱，三抗合一，能保持肌肤好状态。这么神奇吗？啊，对了，加入我们福利多多呀！老师，我一定好好学，一定不会辜负您的。那么好的抗皱面霜，免费送。嗯，那脸保养得这么漂亮，看来不仅仅是幕后又打电话，还得在线露脸发牌。对，我们还是得走。哎，对。我们的福利不止函数，等你们学期满了，还给你们准备了大褂。对，大褂，白大褂，发班服了。哎，到时候你们就正式上台了，上手术台。啊？不是，我跟你们说，我这个人我真的不太会说话，然后我那腰子吧，其实我是亚健康的，你们留我就只会浪费粮食，我求你们了，让我走。等会儿，这位同学，等会儿，什么乱七八糟的？怎么还有腰子呀？啊？不是，你们这不是诈骗吗？谁诈骗啊？不，那你们让我先打电话，然后再发牌，然后就磨刀霍霍向我来，让我走吧。哎，我说句公道话吧，在这看半天了，你呀太过分了。对。太过分了，完全误会了，我们是正经相声社教你们学相声的。对，我早就告诉你了，
任老师是好人，哎，咱上这课也是好课程，对，不就是教咱俩学相声吗？啊，你说咱俩来这儿学相声，学相声，学什么相声啊？我来这儿我是学习致富的，你俩叫我学相声，对，相声不好吗？什么玩意儿学相声？谁学相声？也能致富？你教他吧，他是个好苗子，我走了。你也留？哎，学相声，你咋一样？那我手机呢？啊，没带。他走了。你们俩找我来是为了让我学相声？真是。那就早说呀，你们整这么多事儿干什么呀？早说怕您不答应啊。那我至少给你考虑一下嘛。那你考虑的怎么样了？我考虑好了。哦。我今天决定，不坐地铁，打车回去。掌声，感谢我们的吴。